哋今次好多謝 AM730、PR Asia 同埋鳳凰港股頒發呢個傑出上市公司大獎。我哋喺2003年上市嘅，上市都十幾年啦，能夠得到呢個大獎咧，覺得非常之榮幸同高興。我哋主打係做包裝類嘅紙類啦，同埋一啲衞生紙嘅。咁我哋係全中國嚟講係最大嘅包裝紙同埋呢個衞生紙嘅生產商。我哋主打一啲高檔嘅包裝嘅一啲嘅紙類啦，同埋衞生紙啦。主打我哋嘅材料同埋我哋嘅成品都係質量穩定啦，同埋我哋嘅價錢都係話價廉物美，所以變成咧我哋係佔個市場率一定嘅市場嘅份額。其實咧主打係一啲係比較環保型嘅紙類，譬如話呢只竹做嘅紙咁樣啦，佢比傳統嘅木做衞生紙咧嘅排污物同埋個菌量係少30%嘅。不同的產品都希望帶到一些環保的一些元素在裏面，譬如說我們會用廢紙，又或者用其他不同的環保 的一些原料去代替塑膠， 去令到它可以滿足到包裝的需求，又或者是其他類似這些衛生紙，希望呢就更加是叫做是高質量以來呢就是減少對於樹林的砍伐和對環境保護更加是有貢獻的。同埋我哋亦都好高興咧，亦都係除咗中國以外咧，東南亞市場開拓得非常之順利。喺越南、馬來西亞、同埋其他唔同嘅東南國家咧，都不停開緊分廠，希望將我哋嘅產品咧帶到一帶一路嘅國家，令到我哋更加嘅公司更多人係去認識嘅。